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述一个惨到爆炸又痛到爆炸的故事。我们的主角啦，用枪老铁射匪斯，在这个729呢，我们势必怎么样，如果没换过他的人，一定要把他给夺得下来，拿下。我跟你讲，你的这个 Meta 一定会很好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Meta 实在出现了太多那种脆皮必出射手，绝对必出射手。你看以前的职业联赛啊，有时候他们都选择直接就大难阵，有没有？不跟你玩射手这一套。但是 but 好不好，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个 but， 时代已经在改变， It's change， OK。 这个时代呢，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这一个啊，奇尔想跟我打。这奇尔呢，其实你看我直接哎呦好，没关系。这奇尔在前面其实也打不太动我，他到后期其实也打不太动我，所以这个对线上面来讲，我其实就是一个优势。再加上你可以看到，几乎啊所有队伍啊一定会出射手，那射匪斯呢又是一个进去一套就可以绝对秒掉射手的角色，然后自己又很坦，又可以活着出来。比起一些艾里啊、熊猫、悟空那种，有可能都是进得来出不去，塔克马拉干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啊永强老铁射匪斯是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这个话你看，零秒我还直接抢到。那我们今天持续的跟这个奇尔做一个消耗，但我只要贴近他二技能，把血量回起来，他就拿到我完全没辙。这个对线来讲，他完全的不好使唤啊，不好使唤。这边我直接完了。这个对方的陆克，其实陆克在前期来讲也算是一个蛮凶狠的一个打野，因为他的护盾太厚了，厚到一个靠边啊，我只能这样讲啊。那我今天准备想要抓奇尔一波、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次这一套出装，其实前面呢我们对付射手出这个破阵是非常非常给力的、哦。那到了中后期，我觉得冰雹好用，原因是因为呢，在你用了大招的那一下，再加上一个普攻，然后它就会缓速，对吧？缓速之后，我们用二技能可以吸好吸满，这是射匪是为什么比较推荐带上冰雹的一个原因了、哦。那带出了一个王者呢，基本上你跳到之后，那个二技能一下普攻之后，二技能慢慢戳到后排剩下半血的时候，这边我们跟他演个戏啊，跟他演个戏，我在等你什么时候扣大招，直接刀锋过来，他连大招都来不及叫，因为我直接控好控满。那这个收头呢，就是势在必得，漂亮漂亮。这个单排遇到队友还算是正常啊。那昨天呢，我也是来看了这个比赛啊。我去买了一个那个，反正手机可以连接到电视上的一个装置，反正看了就觉得好爽，电视超大、啊。那这个美娜想要做守塔，但是大家记得这一波我们先拆塔。先拆塔再收美娜 ，OK？ 因为这个美娜被我控到之后，搭配刀锋，基本上可以轻而易举的收头是没问题的。那这边，哎呦，这一个洛克还在那边美哉美哉的吃他的红 buff， 那我们就不理他。我们这边到中路呢，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啊酒驾的一个蝴蝶，看能不能抓他。他也是很自在易得啊，算了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长贵，我直接一个大刀 ，bang！ 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引诱啊，引诱他开大，完了，这个发现真的好痛，真的好痛，太痛了吧！我刚刚打字打的时候也太痛了吧！我一个这么坦的射匪师居然会倒在他的面前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体现出射匪师的一个强大之处。大家如果729今天还没选择看完这支影片，记得。可以试着选择他，因为他绝对是这个版本当中所有打野的克星。我直接一个大招抓下来，我看到对方刚开大招想弄我，一个斩杀，再来一个 double kill， 非常非常漂亮。真是看到一个景，想说再胡搞瞎搞他一波，但队友呢比我更早先搞上他。那么能看到一个奇尔，我这边直接我一个普攻可以缓速嘛，那二技能稍微回点血，那这边有一个大招想要打，哇哦！百年难得一见的空招啊，没有，其实玩射匪是常常空大。那之前我朝着这个草丛放二技能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会出来，所以我先利用了这个二技能，在戳的时候让他出来帮我回一点血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策略。跟你讲，这不是人人都不是像我陈浩这样的脑袋，所以大家有时候呢这样戳呢是盲无目的的戳，可能只为了清兵，但是我这样戳，是为了等他出来吸血。那么我也是一个预测大师，他果然就出来了。以上存储嘴炮啊，必须要当真啊，不然的话我就去算命就好了，我就不用在这里辛辛苦苦拍影片，还要被一些酸民酸啊，不是 啊，现在讲出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。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队友太强了，我直接给他一个 skr 啊，这样
太猛烈了，这个奇尔想守塔不太可能啊！来，我直接过来牺牲打，他把大刀刷我身上哦。那我这边回头吸弹，他马上拉掉。这一波血量的牺牲呢是可以的，哦、我应该不会被古龙打死啊。但是想说先清个兵线好了，对，这边还有一波兵线再清啊。那看一下小地图，我现在这个状况啊，如果对方有勇的话，哦，他的大刀从我旁边做一个那个子弹大刀，咻咻咻，那个旋风都会把我打死、啊。所以我们先回家，先回家。太凶了，太凶！队友刚刚有点太凶了，要给对方一点颜面啊。那这一场我们走的是边线的，我并不是走这个打野位，因为打野有刀锋嘛。但是设备是绝对是一个走边线，再加上中后期切后排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角色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美娜如果他对我开大招就太傻了，因为他绝对杀不了我。那所以这美娜我们的对手还算是很聪明的，并不是只是虐菜而已啊。那对方这奇尔还不停的在弄，他不停的在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美娜过来，我先拉掉，先拉掉。这奇尔毫不犹豫就开大，那他等一下呢是暂时大概30秒内的船战里面他是没大招的、哦。好，这个看样子对方呢是开始开启了一波这个屁孩攻势啊，就是开始互嘴。那这个最近这个暑假我们打起来是心啊特别的疲惫啊，但是我已经看开了，这个大招再一次的空掉是为了吓唬他们说，哎、欸，来有这个射飞是好像很嫩这样，他们就过来想要打我，但最后被我们队友给狂抽猛送，直接送回老家一个大招，再过来再收掉对方的那个射手位，你看是不是？我就算血量只剩一咪咪咪咪咪咪，但是还是有机会直接收头，这就是设备是强大的地方，因为他的血量会骗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是一个很会骗人的角色啊，他这点血量根本就是已经不行了，你看似觉得不行，但你在跟他打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他还是硬邦邦顶 Coco， 还是可以七进七出，然后杀七次，这样意思是这样啦齁。那这样嘛，这由于我们队友打野是刀锋，所以这个蓝 buff 给我的来讲是非常非常好，因为设备是这个非常耗蓝的角色。对，我们没有蓝就会耗蓝兵，那这边拥有蓝 buff 的设备是哎不一样，打起野过来神清气爽，整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啊这个趾高气扬，考试都考105分，那5分是老师给的加分题。这边我们想要做一个蹲点，我们来蹲哦。我这最近呢遇到一个熊猫、哦。一个朋友，他原本是玩那个打野认识，但之后他改玩熊猫，哇，他熊猫真的好强，好强，真的好强。他跟我讲玩熊猫秘诀就是死蹲活蹲啊，死蹲猛蹲啊，疯狂的蹲就对了。其实玩很多那种高爆发的角色，你都可以这样蹲哦。那熊猫一套好像还是太猛，他真的是连斯科德一直被他单杀好几次啊，我真的看傻眼啊。他常常一个人就在那边，你知道。吓傻，我完全吓傻，我除了 skrr 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来靠在草丛里。我最近呢在看一个动画，这动画已经有点久了，它叫《赌博启示录》啊。对，相信大家都有看过，就是它有被翻拍成电影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你这年代有没有啦，但我觉得那是一部蛮好看的一个动画。但说实在，我也只是看别人在讲解，但我就是每天等它出下一集的讲解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，现在这种帮忙讲解电影实在是太贴心太 sweet。我这边直接想要做一个越塔强杀，是因为想让队友推塔，但克莱发现射手在上路，我这个牺牲打是完全的，可能还是有点价值的，还是有点价值。那至少下塔是成功推掉，中塔也推掉，那这一波。对方基本上就非常非常的难守了，可以看我们刀锋已经蓄势待发，在那边虎视眈眈，想要杀掉每一个脆皮 ，A.K.A 杀人刀锋即将登场。好，这边兵线直接进去了，那我们射手直接开启一技能点塔，这没他开启大招，但感觉于事无补。对方的井还是蛮凶的，血量啊，这个打的还是蛮痛，但最后呢，我又没办法签到啊。我常常处于一个在温泉等胜利的一个 flow， 那这样呢，好像是也还好啊、哦，还好，好像又可以啊。这个只能感谢队友的 carry 了啊。好的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帮忙按赞，那 Instagram 也可以去追踪一下，可以看看我日常生活中动力宠侠怀哈。
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就到此结束。那如果你729还没选择的话，社肥是绝对是你一个好选的好伙伴。